你讲一下你那种建工的台词来听一下。啊，你好，我名叫文光，啊，我有山，啊，平易近人，啊，乐于助人，就有事我看起来可能会有点奇怪，可是什么你可以谅解，啊，我有自闭症，啊，滴滴滴滴，啊，我买钢琴哦。你想怎样？你又没有工作，又不会赚钱，还要我买东西给你？ 今天有很大的收获，我去了一间很大间的二手店，买了很多的杯，还有碗。不管你说这样都别来做梦，因为他的饭店就一定是要在一些九百七十六赫兹的经营。喂，再给我一个八度，吓到人了啦！不是弟弟，我不要进攻哦。这样如果有一天我死了，你想好？你去做乞丐啊？老王，你要把这白痴带回家，叫我老他妈妈出来给没有？喂，你讲话讲好来啊！我哥哥是自闭，不是白痴啊！ 你冷静点啦，得唔得？你唔知你阿哥有病啊？所以你现在是讲我对他做的不够多啦？我想要的是我哥哥啦，就是因为他我这辈子注定将赛友啦。你唔讲就好啦，回答你阿哥咯。所以你正常一点讲，你要正常一点有这样难的。啊！有些东西哦，我想跟你讲，你是不明白的哦。如果有一天你讲什么我都明白啊，轮到我是不了了。